南京城门，防空洞。这个中华门上面是说，刚才听到是蒋介石写的呀。哦，不是吧？是蒋介石后来写的，等于写成中华门，原来不叫中华门，解放以后知道中国中华路。我的厕所。 We can do archery at home. 上去吧。When they built it, they didn't have kilograms. Yeah. 金，它是金。Maybe they meant 金。你有进去过的防空洞吗？开放的，这洞里面都开放的。你看过去打仗，采石灰吗？哎呀，打一会儿。可是这样是反的呀。那来看这防空洞。先进去看看。嗯，可以上去。好漂亮啊！好漂亮。They all have these things, huh? Yeah, every city. Huh? Here it stopped. Here it stopped. No, you can't wear it. Here it is. Here it is. Here it is. 啊，城门好厚啊！哎，过去这个墙很厉害，都好黏啊，这个。我来外面看一下。小布，起来啦！
为什么？我们这边走过来。哪里啊？不跟上啊？他呢？他这边。你走，你能走上去啊？那么斜坡、啊。我找旁边一下。斜坡的龙，我到了龙狗的。好壮观吧？厉害！看那么多人呢、啊，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富士庙一带、这是老门东，好像是。好像我们吃东西的，好像就是应该往那边走。老门东，我们马上下来，正好到这里。好。哎，正好，一点不，今天一点都不绕路。嘿嘿。就算我们吃小吃排队买，你还记得排队？对。Yeah, I guess so. How does it work? They're just like... 过去打蛋的就用这个东西，工程门就用那个。这个什么啊？这就是城关机械厂的那个，就从那虚拟讲，什么城关机械搞得塔什么似的。好、很多是新的样子。没有什么人呢、